你们离开家乡来的部队是一场奉献，而我则是一场投奔。我是最没有退路的那个。为了梦想，把自己锻造成钢，希望可以让军队变得更机智、更强大、更有力量。上级命令我师开赴边境。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什么到来？对于真正的军人而言，好生就是命令，就是战斗。二三四师是王牌师，任何时候你都不能当孬种。李小队，左侧方向，剩下的人跟我右边脱行。命看前进，一步死。我们这支军队是为了中华民族永久的和平而建立，我们守卫的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，是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而打，这才是我们的荣誉。只有生死在一起，才是一支不可战胜、只能战胜一切敌人的军队。